帮你补充一点。触感有什么不同吗？有一个很光滑，一个很粗，而且颜色这个也怪怪的。然后接下来他就出来就骑着车子坐的，那他在介绍那个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